我今天是90号，因为我之前收到他们一个那个礼物嘛，然后我研究在家研究一轮，然后我试设第一个是试90号。如果我画红色，或者是我眼线拉出来长一点点，或者是我再画个下眼线，这些他会发现，他就哎呦，今天要去哪这样。我最近很爱尝试淡粉红色的衣服，因为其实我以前蛮排斥粉红色，然后都觉得好像穿粉红色很娘啊什么，因为我个性比较中性嘛。可是我现在越来越喜欢粉红色。我今天擦的是91号波西米亚色。从看完那个波西米亚狂想曲之后，我就还蛮喜欢波西米亚风格的。然后这个颜色我觉得是什么，你不管穿什么颜色的衣服都适用，都很适合。对，我喜欢我自己的房间，然后另外还有 disco room 我也蛮喜欢的。对，我刚刚在那边就徜徉了好一阵子。今天的唇色是66号，但是我加了一点小心机，我多加了200号在嘴巴上，因为200号它有一点钻石的光芒，所以擦在嘴巴上面会有一点在闪耀的感觉。今天身上穿搭就是比较连身裤，虽然说好像比较率性，但是因为它的设计，其实仔细看的话，它的上身是有点珍珠光芒的，其实是走一种比较优雅，然后有个性，所以整体的搭配我觉得算是一种就是带有男孩子气的女人。